简简单单一个人生活费吃十块的好了，一天3块3块的饭，你都一个月就要300块了，三个人就要900块了，啊，还没算杂费，还没算电，全部还没算。我叫过上个星期进医院，所以他量包血的，我姑姑跟我讲，量包血都1000多块而已。